谢评审团的青睐，那你们的支持与肯定是我们成长的动力。那信实集团一向致力于物业管理的领域，那包含了事务管理、清洁维护、保全监控以及水电空调维护等业务。那今后我们也将会持续为提升客户的物业价值而持续努力精进。那最后我感谢信实全体同仁辛苦的付出，那在此谢谢各位，谢谢。